你考，谁让你考几步？哎，说的也是。哎，在后面偷个猫呢，对视，这不好的，他不愿意呢。真不好，真不愿意。呀呀呀呀！你要躺着都能整死你。你好，这样还叫他游刃的，完了完了，跑不了了，赶紧跟路的那边游刃。整体快呀，兄弟。好了好了，那个猫逮着给它放好了，这是能反应。那不行的，那真不咬死它，看着呢。哎，玩儿，都有意思。然后呢，开始玩儿。你说在溜跑，这耗胆都吓破了吧？啊，操！我找他们心里那是什么样的？好了，有人一鼓掌之间，玩了一个来一个来，完了，今天他俩对视，叮叮叮，这真猫和老猫和老鼠似的，这拍下来能挺好的，多少天呢？玩的快啊，这猫，那你让你先跑两步。在那快啊，原来在快乐地方，哎，在后面对视了，你考让他虽然让他扑点球的话能给别人你记住那比人反应快多了，这放放手上都是能播呀，一般是多少你看，现在躺着逗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镜头一个完了放电脑里，气味儿。跑啊，怎么跑呢？你跑，怎么跑了？踢一个吧！你怎么给抓着了呢？这点就不他反正快了快快你看不着还想中间呢，差点不行丢失了。